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大师。OK， 现在玩游戏是《神武幻想》，那我们现在要前往帝都的路上了。我们先回头看一下。这应该是不能回去了、啊。眼下只能储存了。好，回不去了。蓄积的通往帝都的路上有个小镇，应该是这个方向没错。看起来陡峭难行，要小心一点哦。小飞星，勇敢前行吧，我和小雨儿会陪着你的。不过那个保护村民的诸神们好像我只看到太极跟夫诸牺牲了自己，可是那个大胡子我没有看到。哎、欸，走，这么快到坚持小镇了。已经没有回头的理由，只能往前走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没有什么支线剧情吧。听说这边支线剧情还蛮……打起精神，我是在小镇最快到了。抱歉，让你担心了。这边支线剧情还蛮多的。吃的东西，我们快走吧。镇长大人，这些都处理得差不多了。不错，这样要移走就方便多了。西口处还有几座，随我来吧。丹珠殿下要开辟马道，这一带的石像都得尽速平毁才行。那些人竟然如此破坏神像。小飞星不见了，里面的神灵都不见了。难道这个小镇发生了什么变故？我们进去看看。好、哦，我刚刚以为宕机了，吓我一跳。嘿，嘿，竟然如此损毁神像，难道这里的人不奉祀神灵吗？马上就要消失了吧？哎，后面好像有人。啊，是一只小狗狗。小狗狗，你怎么了？你们看得见我？会说话？你也是神灵吗？这里究竟发生何事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你长得好像小飞星阿娘做的粟米团，我们就叫你粟米团好不好？真难听。我才不要这种怪名字。小飞星他走掉了，希望下次再遇见他能帮上忙。神灵接连离开，一定有原因。细雨，我们快进入小镇吧。
北壁三百，我发现我这台电脑，这台电脑没办法跑高画质，跑那么多会顿。调一下，阴影不要太多。好，就这样。因为大师有两台电脑啦，就是工作的地方有一个，然后家里有一个。工作的地方的电脑比较好一点。好，这边有个存档点。哎，走过头，走错头，有几个？刚刚都是意外啊，意外意外。我想说奇怪，走错边了，各位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嘿，是这里，是这里。个母鸡，你很像阿花，想急着回家。小卫星，我帮帮阿花好不好？走失的母鸡，别怕，跟着我们走吧。这里，好，这里不能走。我还有这边东西，结果没有。这里呢？复活！好。不要吵了。两位为何争执？但万事以和为贵，各退一步，海阔天空。小哥，你是谁呀？我可是名花有主了。你不要插嘴，我可不加入任何可疑的组织。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想请教一下两位。啰啰嗦嗦的，没看到我们在忙？啊，我怎么没想到啊？咱俩之间的僵局就靠你了。天哥，难道你要使用那个吗？啊，两位请等等，我无意与两位冲突。小伙子，委屈你了，其实这是我俩化解误会的方式。
不错，平常做生意压力太大，我俩总是会不小心起了争执。这时只要找一个人过过招，激发激发感情，一切误会就会烟消云散。请多指教，请爷爷帮忙。啊啊啊、不对了，弟妹，这可是最后一次这么换你了。不，你怎么能丢下我？说好要陪我一起到石头烂掉的呀！得罪了。失礼了！竟然对我的命哥下如此重手，那我也不会手下留情了。必须阻止！得罪了，得罪了。得罪了，是人帮忙。请多指教。小伙子，谢谢你，你看我们俩人的爱火已经重燃了。讨厌了，面哥，这样很害羞呢。
扁哥，你刚才好厉害哦！冰妹，你才是让人眼睛都移不开呢。两位，不知道是否可以请教一下关于入口的神像？扁哥，冰妹，扁哥哥，冰妹妹，细雨，不如我们去客舍看看吧。是有好吃的东西和暖暖床铺的地方吗？细雨要去。细雨，跑慢点，小心跌倒了。小伙子厉害呀，简直是明日之星。冰妹，说好只看我一个人的。哎呦，我是为我们的生意着想，那两个人一看就是外地来的。小伙子心地又好。嘿嘿，你不说我还没想到，女魔头的事我想到一个超完美的计划。哎，对嘞。好，我想要请升个档。念哥，弟妹，这两个人太恶心了。那我刚才原点已经除100，可是不知道怎么叫出中博出来帮我们打。我等一下进一下系统看一下。哦，不过我刚才有自动存档吗？刚才不是有个存档点吗？存档点呢？好啦，我先看一下。攻击。人物技能，好像不能改，就是可是怎么叫出后切换主副武器。哦，看到了。可是那要怎么？哦，这边有。哦，看一下哦。生之力，我全体复活，体力18，被复活的目标两回合血，使用元灵。哦，每一点元灵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然后我们看一下细雨的使用元灵，每个元灵乘3点。敌人弱点减伤，那我换这个好了。吸血25%，那弄这个。四足，好。那中博怎么叫出来？好，先这样好了。刚才应该有自动存档了。这小镇可没这么简单，凡事小心了。哦，这样是狗人。刻不容缓，这些都得赶快遣人来移走。全身无力，好难受啊。
这年头还有谁在祭祀神灵？有啊，富明村。难受啊，我是不是也被神灵诅咒了？别乱说话，神灵根本不存在。我说的是真的，昨晚真有只三尾的神灵出现在你家屋顶上。你别老说这些来吓人。三尾，我听说见过三尾异兽之人都会生怪病。要真有怪病，也都是那些找神医求诊的外地人带来的。谢谢，快快长大。表像瓜，果肉却像纸的新种鲜果，滋味真是甘美，一定大卖。快快长大。是啊，咱们周饶的肚子比你这是周饶人的房舍，真是小巧精致。接下来人家住在里面吗？西域也好想进去看看哦。我这招如何？还不够，还不够，这样怎么抢红绸呢？你手中的玉交出来！不，这美玉要拿来祭神，祈求神灵救救我老婆。祭什么神？真是愚蠢！快，美玉拿来。